喜一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，你的皮肤好好看，别瞎看，好好玩。你都被打死了，还在看我，真的是可爱。完了，他要被打死了。哈哈哈哈，这什么？在蹲他？这把他蹲死了？哎，这个刘邦为什么放弃他了？好，这个刘邦又在看我，我相信这个刘邦会不停的大招都给我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个鬼。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我赚了，朋友们，家常看我这么凶，你就怎么了？我就爱死你。好的呀，这个人我受不了了，帮我人呢，大都给我。他大都给我了吗？你说好的大给我的呢？骗子！你人，你看到没？他开始幻想。OK， 刚才我被晕住了。他开始要给大了，我要开始秀起来了，朋友们。没问题，给我大。你说好了，大呢？你是不是刚才那句话不对？他看到我说我是女的就不给大了。你太快了，没跟上。真的是受不了了。你再不给我怎么说？给不给？兄弟，我稍微透透气。那个，我从全队经济很好的人变成全队经济倒数第一，呵呵，把自己聊没了呀。真的是打不动任何人了。你这有点水呀。What？ 啊，我很烦。你这个人说给我大招，我被骗了两次，把我自己节奏全部骗没了。我不想跟他说话了，我要好好玩。都切死了，不急，马上有大，先大一技能拉走位，不急，一手二一技能小走位，我会越吧，下去，应该就一波了，朋友们，你休想，再见，刺激。还是大回来了，金色貂蝉，了解一下，好吧。微信公众号搜索“仙游店”，你上电视。大仙不闹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明天见。